颁发奖品鼓励他们，也希望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表现。就是结合了昆虫啊，是一个主题式的校本课程的这个校庆运动会。那除了重现猎人鸟啊，也把各式各样啊这个学生学习的成果啊展现在我们的校门口。那另外我们的生态教学啊，在各个教室啊也都有这个饲养各式各样的动物。那最后呢，这是我的这个领子上面的这个磁铁夹，也是由我们生态老师郑志轩郑老师呢带领学生共同来创作。谢谢。